我调了1.2毫米的曲轴防抖，就是怕它接触了。你看那些大功率切的还把你笑死。我上次看那3000瓦在那切，那个孔一上啪，然后直接一个坑下去了。人家预留这个地方就是打坑用的，切后板，他那切的是8个的。不过那速度很快，这八个的速度很快，还接上了。这个，我得想办法给你取出来去。我操，那地方怎么烧红了？鸡蛋透，弟弟。你先让我放水里面。拿手摸那就不想摸了，那就。冬天没事，多切两个大板，按暖手啊。我操！去放一会儿吧。好，等我。还行，是吧？把那水珠啊，把水珠弄。水珠？对，他以为是渣呢。水珠？嗯。那身上摸摸。很讲究啊，行不？嗯。纸，卫生纸。卫生纸。我娘哎！嗯，这边，啊，这儿。